我家宝贝娇俏优美，四季如来谁也欢喜，幽灵中愿望堪似戏子游放，枉费舌劝巧取功名，无奈注定屡劝不听。谁待我灯花并头，共你夫唱夫唱，结不出双璧，怎算真和合登对？你中意唱歌定中意做戏多啲？其實我細個係唱歌先嘅，哦，係啊，真係嘅。我後屘去到差唔多中學，差唔多畢業，即係可能中四五先開始係玩翻舞台劇。其實我一路之前都係唱歌嘅。點解唔好唱落去咧？冇啦，咁跟住畢咗業，咁其實遇到啲渣男啊、夾 band 啊，關咩事？我咩都講渣男好冇？唔關事，唔關事，唔知道，因為跟住之前其實係參加啲咩歌唱比賽，我乜嘢歌唱比賽我都參加嘅，即係咩明愛啊、咩小童群益會啊，即係嗰啲，跟住學校啊咁咯，跟住學校贏咗就要出去代表個校隊啊咁樣嗰啲。嗰啲名咧成好成日用咩明日之星噶嘛，個星 S I N G 個星啊嘛。係啊，我參加好多呢啲嘅咁樣咯。系啊，咁我就参加好多呢啲，咁跟住后屘翻咗学，跟住先再玩翻舞台剧咯，咁样嘅。跟住后屘咁咩？因为啲咩而去玩舞台剧咧？因为啲咩啊？因为学校有剧社咯，无端端。咁跟住以前冇嘅，系啦。咁无端端佢有剧社喎，咁我咪去。咁都有其他社嘅，有天文学会嘅。咦？冇喎，都有噶。学点用字望远镜？点解你系针对佢咧？我冇针对佢，而系我净系唱歌同玩舞台剧噶咋，喺学校系、okay. 啊，咁运动我又唔啱。哦，你真系中意嘅。我真系中意嘅，因为嗰阵时老师成日叫我去朗诵嘅，咁佢话我把声够响，咁即系咁我都话咦，咁可能我做舞台剧都几好啊，咁我咪跟住就去喺学校翻剧社咯，跟住出咗嚟做嘢就玩舞台剧啦，咁样咯。回味你花气。让我知就暖心贴心，又似雀声穿过树林，换我悲喜或情或音，谁知公子甘心无缘分，谁有幸向子复任，另有其人。温柔和顺我家宝贝娇俏优美，似归于兰，来自你的花气。睇完节目记得 like、comment 同埋 share 我哋嘅 channel， 收睇最强频道，订阅热血时报。